啊，若是甲证据放伫安怎的所在，啊无，若是甲证据炸弹办公室，杜成景可能会毁掉证据。看起来，你真正有柯小平要死我。安怎？是不是看起来真明显？我手内这个录音的娃娃，就是证据啊。这证据是假的。柯小平摕证据给我的时阵，我自然去鉴定，迄录音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不是被人动过脚手，所以才柯小平怀疑出面作秀？ 我卖等你，我早就来讲过啊！你会知啥？你是无命开的，是你逼我对伊出手的，要怪就要怪你家己。奇怪，伊只录音娃娃哪会无在遮？敢讲在车顶做红烧掉啊？阿辉啊！ 阿辉啊，我伫遮。走啦，柯小平，会去自首投案，伊的手头有证据，我阿你想办法，甲伊做伙去。你阿我讲柯小平去投案，啊，你认定伊我甲我家己，因为人阿来，来咧送入去，你根本就叫我做啥嘛？我太久啊，敢若忘记阿辉阿转来，你看我的手，你知影讲我咧想。柯小平，把这个证据放伫安怎的所在？阿伯。 若是甲证据炸弹办公室，杜成景可能会毁掉证据。看起来，你真正有柯小平要死我。安怎？是不是看起来真明显？我手内这个录音的娃娃，就是证据啊。这证据是假的。柯小平摕证据给我的时阵，我自然去鉴定，迄录音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不是被人动过脚手？所以这个柯小平怀疑出面作秀。我卖等你，我早就来讲过啊。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！